罗马式气息的大板车，坚守革命3.5公里的路程。我们将用蒸汽式小火车驾驶的带着您，用大约20分钟时间游览。当您乘坐着驾驶的小火车，不仅可以直过森林，一边欣赏护城河内护城河外的景观，还可以通过和俯瞰城堡公园的最佳地点大阪城坚守阁的极乐桥站或风火城市站，都是您可以驻足欣赏的好地点。请一定别错过了这个可以全身心享受了解大阪城的好机会。请在小火车驾驶各个乘坐车站的4种贩卖机购票，一次乘车票